国际乒联捷克公开赛将于2018年8月21日到26日在捷克奥洛穆克开赛，其中资格赛时间为8月21至22日，正赛时间为8月23至26日。国乒男子方面，马龙、许昕将继续参加此战比赛，女子方面武阳将率众小将参加。一、比赛项目男单、女单、男双、女双、U21 男单、U21 女单。二、国乒参赛人员一、男单十人：马龙、许昕、马特、朱林峰、郑培峰、赵子豪、张玉东、夏一整、薛晨浩、徐海东。二、女单八人：武阳、王丽迪、张睿、刘希、刘高腰、文佳、陈可、孙明阳。国乒女队参赛人员除武阳外，清一色小将担当重任，此战女单冠军恐怕要落入外协会手里。三、男子双打两队：马龙、许昕、郑培峰、朱林峰。四、女子双打两队：陈可、王一迪、张睿、刘高阳。五、 U21 男单：徐海东。六、 U21 女单：王一迪、张睿、陈可、孙明阳。三、日本参赛人员一、男单：丹羽孝希、张本智和、大岛悠哉、吉村真晴、木造勇人。二、女单：石川佳纯、平野美宇、叶藤美诚、早田希娜、佐藤桐、织田沙纪、长崎美佑、木原美优、向马梦乃、岩间真希、桥本帆乃香、森音、森原美月、森原美孝等日本女单主力全出。不出意外，女单冠军将在日本女队中产生。三、女双：石川佳纯、伊藤美诚、早田希娜、平野美宇、木原美优、长崎美佑。四、男双：木造勇人、张本智和等。四、赛事时间安排一、8月21日周二。男单女单资格赛 U21 男单女单第一轮第二轮二、8月22日周三。男单女单资格赛 U21 男单女单四分之一决赛、八决赛、决赛。三、8月23日周四。女子双打、男子双打第一轮、女子单打第一轮、男子单打第一轮。四、8月24日周五。男子双打、女子双打第二轮、半决赛、男子单打第二轮、女子单打第二轮、四分之一决赛。两组五、8月25日周六。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两组、半决赛、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、半决赛。六、8月26日周日。女子双打、男子双打、女子单打、男子单打四项决赛。